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这一趟回来又拉了一后备箱的东西，一次性的洗漱用品、毛巾、浴巾、垃圾桶、灭火器全都配齐了。这趟回去要开始大扫除了。打扫完以后，我们会把这个小院的信息还有价格都会挂到平台上，到时候大家也都可以看到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海鲜市场去买点海鲜，就是上一次回去嘛，那个朋友给我们拉了整整一面包车的话，然后给我们种上什么的。当时要给他钱他也不要，弄得挺不好意思的。然后我们就想着就是这趟回来在城里头带点好海鲜，然后回去以后请他吃个海鲜大餐。现在去买点海鲜去，走。可以了，这东西可以。这样给鼻子上弄。过来。或者这样的。有鼻涕吧。不要水，只要鱼。对。蒸一下。哎呀，我天哪，你那个水估计得有二两。你能帮我换个袋子吗？那袋子太大了。拿个小袋子。对，换小袋子。这多少钱一个？哪个1000来块钱。啊？1000来块钱。1000多块钱。一个1000多，别摸的，太贵了。有小的吗？小的有啊。有多少钱？小的？小帝王蟹是150斤。150斤。一个3000来种，2000来块吧。要不没有，我也唱着。你也唱着。你唱还是你叫人家唱啊？我叫人家唱着。关键人家给咱拿那些花，你不买那些硬东西吗？可以，有道理，是不是？要咱自己吃，咱肯定不行。咱也尝尝，是吧？你买单，我买，你买，你早买。那一天下一个号，那跑一天去了。对，你吃过没？我没有，都没吃。你也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。我这弄的给咱自己吃的呀。我摸过。我就吃这一个腿儿就行。那不，你吃一个腿儿，咱哥吃一个腿儿。还有人家的面筋，好了的。大行没有？好，行，老牛了这个，你做不会？不会，就是蒸是吧？上锅蒸，就是蒸，吃，蒸完可以生吃，腿还可以生吃，可以生吃，刺身啊可以，可以刺身，我也吃了，那些可以三吃都没有问题，我也拉肚子了，不会啊，第一次吃这个大闸蟹，这不叫大闸蟹，这是吧？帝王蟹，这叫小帝王，小帝王，这个是大帝王。这个是大来着，放冰不放？放冰，这都是冷水，所必须得放冰。这一个这东西有别吃一顿饭吗？可不是，是吧？对，最大的有多大？最大的也就差不多3斤多吧。3斤多，等他俩挣钱了，让他俩买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好吧。激动不激动哎？马上咱也是吃帝王蟹人了，是不是？确实了，这家伙要买猪肉这。你看猪肉买几百斤？不知道给人家买啥。啊？我说不知道给人家买啥。对呀，人家给咱拿那花呀，得伺候一天，是不是？对，拿一吃。这人算是心意吧？那俩先收收看咋做的。礼尚往来嘛。先收收咋做的。整。别弄得不好吃了，浪费。好吃再吃。那个高档的食材往往都需要简单的处理。别搁这儿攒住。转座，这得转座，必须得转座。给我坐一桌，让他。你这到地方吃完了吗？再给我省吃。哦。我要那不足贵吗？受不了。走了，走。